那不是令平吗？晚上可真够乏味的，除了歌就是舞的，即便是费尽心思想争宠，也要学点别的吧，非要把自己弄得跟个歌舞乐伎似的，自贬身价，真是没趣。嘉贵妃别总说旁人啊，想当年你不也是什么长鼓舞啊、扇子舞啊、吹短箫、弹北琴，一天一个花样吗？东施效颦。哎，我跟嘉贵妃都是半老徐娘了，哪里比得上人家十几二十岁的妹妹呢？就算是东施，那也年轻水灵得很啊，嫩瓜秧子似的，知道怎么伺候人，非要您长一些才有韵味呢。极好，这果然是匠心独运，如入画中啊。这令嫔啊，也算是有敬意了，已不再是当日只认得燕窝戏粉，连白瓷和甜白釉都不分的女子了。皇后娘娘，您看令嫔今夜如此做作，您觉得如何呀？做作能得了皇上的喜欢，怕也不易。